第二呢，他也非常的幸运。他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个蝉联奥运会金牌的女子运动员。好，来看一下高低杠。这是李珊珊。李珊珊下法采用的是团身，因为我们是不太提倡使用这样的下法，因为向前的落地，有时候你这个放腿的时间早晚，掌握不好的话，会造成运动员的膝盖的一些损伤。所以我们在国家队的训练中，希望他在做这团身两周的话，在转体180，把面向朝向外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些容易造成损伤的一个。